第十九题，请问它拉动哪些纸袋时保持等速度拉动？我们打点计时器的点跟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一样，所以如果我们做的是等速度运动，那么点跟点之间的间隔就会一样。我们从图上看得出来，甲跟乙都符合要求，所以第十九题我们说，请问它拉哪些纸袋时保持等速度拉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乙。